这种锻炼方式一点用都没有。哦哦哦，嘿嘿，我说你呢，喂喂喂喂喂喂，哦，可怜的小家伙，你是不是对锻炼已经完全彻底的绝望了？你是不是细的像根豆芽菜，软的像个海绵？现在你也能够得到梦寐以求的肌肉了，用大块头手臂，它像手套一样一穿一戴，只需要打气。你想要多大？正常、健壮，还是女孩子们喜欢的汗毛？哦，在没有用大块头手臂之前，我像个豆芽菜，现在看我多健壮，快来抢购吧。哇哦，真是个好主意耶。喵，我也想像他一样。对，我得去打电话。